在母亲节的来临之际，我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能在这母亲节来临，能享受子女为你们的祝福。当然，身为工商妇女哈，最重要除了职业妇女之外，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一直都是我们很要研究的一个课题之一。所以我希望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职业妇女们不管不要在你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也能注重小孩子家里，然后分出一点时间然后把家庭照顾好，把先生照顾好，然后这就是祝大家所有天下母亲节快乐，谢。